自己的观点与领导的要求有冲突，导致合作关系有压力，可能引发权斗，需要小心案件。合作伙伴质疑你们的合作方向及事业目标，导致合作有压力，亲密关系和谐稳定。狮子座满月触发爱情、婚姻、合作及事业等的危机，需要协调内在需求及外在追求，也需要调整自我的态度及顾及对方的感受，同时也可能不得不再一次去面对一些过去的伤痛。金星进入摩羯座，架构、限制、专业度以及严谨并有计划变得更加美丽或有价值，但对细节的要求则可能更加严格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